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 Michael 啊，欢迎大家收睇李家国嘅 KOL 睇真盘。今日由将军澳嘅 Michael 带大家嚟到将军澳康城站嘅进营。咁我哋呢个单位咧系七座 A 室。咁啊，依家 Michael 带大家去睇下呢个单位先啦。好啦，嚟到呢个单位进营嘅七座 A 室。咁啊，呢个露台位置咧面向住就系屋苑嘅室外泳池。咁啊，呢个单位咧就向西面嘅。前面咧，除咗望到泳池之外咧，你會見到咧，會見到係呢個斯布里國際學校啦。我哋睇睇單位裏邊嘅內籠先。好，單位內籠由廚房開始睇起啦。發展商原裝嘅廚房設計，咁啊都係見到都係新淨嘅內籠嚟嘅。咁我哋睇睇個客廳。好，呢個位置咧就係客飯廳位置。咁啊，業主喺呢個位置咧就擺咗呢個碌架床喺度嘅。咁啊，睇埋個。好，呢个就是个客厅位置啦。好，睇埋啲房先。好，呢个第一间细房。咁如果用家嚟讲咧，其实可以将个床咧摆埋上个窗台位置，令到个地下面积可以再多少少嘅。另外睇埋第二个细房，另外一种摆法嚟嘅。咁呢个单位咧，户户咧都系向住呢个室内泳池嘅。好，呢个系个客厕，客厕嗰度嚟讲咧，都会系一个明厕嚟嘅，有个气窗喺度。好，主人房位置，主人房位置前面会有个窗台啦，有啲人客咧，用家会将呢个位置做埋个衣柜都会有嘅。好，另外仲有一个工作平台，工作平台咧亦都会望到呢个室内泳池位置啊。好。套廁洗手間咁啊，壞咗眼燈啊，所以未能夠好清楚睇到，亦都係會有一個氣窗位置啦。Hello， 同大家睇完呢個進營七座 A 室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隨時嚟揾我將軍澳嘅 Michael。如果業主嘅你想喺李家國 KOL 睇真盤度放盤嘅話咧，俾個電話我，等我上呢個單位度拍片，幫你做宣傳好嗎 ？Thank you。